2月28日上午，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下沙基地门口。第一份工作出来就这个娃哈嘛，那时候在北京面试太去的，我在娃18年，他的人格魅力也好，包括这个企业的精神啊，有很多东西在的。因为本来这娃哈就比较低调，这个肯定不是假的，就是说，毕竟有这么多员工嘛，曾经也负责过这个审批市场啊，跟朱老板一起开会也好，包括这个吃饭，他这个亲力亲为啊，市场敏锐啊，各方面知道我们这帮人敬佩的那个关键词，感觉是很难过的。今天呢，就要开公开的追思会，我们想就再送个这个。